哇！大。星地爆六机 Final Fantasy 15，好啦，咁我哋玩呢一集咧就系讲呢个 Cradion 嘅故事嘅。咁咧就系话说咧喺 Final Fantasy 15嘅时候咧，阿 Cradion 咧就突然间咧就离开咗罗提斯咧，就去做某啲嘢啦咁样。好，咁而家咧就开始咧喺呢个 DLC 咧就去讲翻阿 Cradion 就做嗰啲咩嚟嘅。好，我哋开始啦。请选择到普通啦、啊。Final Fantasy 15，格拉迪欧罗斯喺查过咗自身嘅不成熟之后，为咗获得匹配王者之盾名号嘅实力，打算挑战考验之地，接受从来冇人活着翻嚟嘅严苛考验。飯うまかったぜ。それはよかった。将軍と行動していたそうだな。はい、依家嚟知啲嘢系得阿 Cradion 欣赏先识欣赏。あのさ、その新しい傷、これが盾の次は横とか言ったろ、箔がついたって。さらに柄悪くなったよな。何があったか。我顶你个肺，洛陀里尔喺度过嚟打机吓、啊？長い話になるぜ。咁就讲翻咧，阿贾迪阿南斯咧。佢过去咧就做啲咩嚟嘅？即系佢离开咗阿罗提斯之后，佢嗰段时间去做啲咩嚟啦？咁样咁咧，因为咧我哋系要操控呢个 Cradion 嘅。喂，格拉迪欧蓝色动作移动同使用对移动同使用道具嘅方法等，基本上同游戏本篇相同。请先练习格拉迪欧蓝色攻击同防御等动作吧。嗱，咁因为咧，我哋冲嘅系格拉迪欧蓝斯，而唔系呢个阿罗提斯啊，咁所以咧，佢嗰个动作咧系会有出入嘅，咁所以我哋都要熟习翻先。突击，按下圆圈攻击目标，咁啊连按咯，最多可以使用四次连续攻击啊嘛，试住连续攻击去打到所有敌人。嘿，打爆头。Yes。嘿，嘿，嘿，嘿。嘿，重强袭重击，防御按下正方形掣可以防御对手攻击。在防御状态之下，都系嗰啲阿妈系两样嘢啦。咁但系我哋都要熟习翻个防御嘅，因为咧我之前咧系装咗个黑豆根之后咧，系习惯唔防御噶。咁所以我哋要重新适应翻。好啦，嗰个防御就系可以，防御就可以自动去有盾嘅。死啦！哎呀，去喂，咦？佢阿杨呢次佢有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碌地之后系抵消咗佢个伤害。嘿，去死啦！嘿，咁就系头先咁啊，头先所讲啦。阿佢阿杨咧就察觉到自己咧自身唔成熟。咁咧，佢就决定咧要进行呢个修炼啦。咦？呢个储攻击可以死死死，劈推好
去，喂，好险，险过剃头。咁其实咧，有时咧我都发觉我自己自身其实都系唔好成熟嘅，咁所以我自己都要去努力咧，咁去修炼下自己，都系叫修炼下自己嘅，系咪先？加迪加兰斯佢嗰、那个，佢个 damage 咧，即系右下嗰个应该系讲佢嗰个攻击啊，即系个输出力啊，系会乘住某一啲条件咧嚟到去你都去加强佢个杀伤力嘅，我呢啲系五次 ，OK？ 挂住倾偈，唔记得望上面添，挂住吹水，已经累积足够嘅必杀技量表，消耗所有量表就可以发动必杀技，请用必杀技一去扫荡敌人吧。必杀技按下三元掣就可以消耗所有必杀技量表。发动强大必杀技，必杀技可分为数种不同种类，即系越多必杀技越强。系，嘿，死你！好，暴风扫击，打嚟发动必杀技，死你！冚家铲，伤害数倍，防御敌方攻击或者受伤嘅时候。会对敌方造成的伤害倍率将会上升，直至可以造成更大伤害。请善加运用攻击和防御，打我整敌人，嗱，打我所有敌人。难怪头先我吹咗水嘅时候咧，嗰啲怪物系越打越有啦。原来系你要完成特定条件先去下一关啊！顶你个肺，睇齐，去。在我跑到后面都可以中招，你话系咪反剪嚟？劈死佢先。喂，咦，系咪又系装黑头巾？系咪又系因为装黑头巾关系啊？头先冇咁深，头先冇咁点样，掣都系俾佢。俺にかけたんだろう。荒れてるな。テルパに着いたのか。ああ、ダイナーにいる。そうか。急にすまねえ。いや。出発の準備は？できている。お前の方は？心の準備は？できてるさ。すぐに。睇准时机防御攻击将会形成精准防御，又系讲啲阿妈系两嘅嘢。来たか？系啊，嚟咗。咁啊，而家佢一样同柯尔一齐去进行呢个嘅试验之地啦，叫做。我注文啦。哦，いいんだ。すまね。もう一度聞いておく。本気で剣聖に挑むつもりか。剣聖。今の俺じゃ帝国の将軍にまるで歯が立たねえ。力がいる。試練を受けたい。聞いているのは本気かどうか。変わりくどいぜ。だから連絡したんだ。舐めてかかれば死ぬ。剣聖ギルガメッシュがいるのは遺跡の最深部だ。30年前にあの場所が発見されて以来、調査に入って帰還した者は誰一人としていない。危険な場所だ。だがかつてあんたは帰ってきた。ただ一人だ。咁所以而家咪要同柯尔将军一齐去咯。身为王者之行的国務进入修炼之道。詳しくは話してねえよ。変に心配されんのも嫌だしな。弱みは見せられんか。
冇得解嘅，即系冇得讲啊啲嘢，即系始终即系自己系阿罗提斯嘅导师系咪先？修炼之道，朝住遗迹最深处前进。好啦，执召剂。以我哋手上嘅装备都系解迪加兰斯嘅选单啦，咁样。解迪加兰斯同柯儿，阔刃大剑、黄刀剑和战斗服。OK， 柯儿，跟住道具又系讲埋啲阿妈系两嘅嘢 ，skip 晒佢啦。都系啲阿妈系两讲嘅嘢啫，系咪先？阿妈系两嘅嘢啫，系咪先？地图，我再望一望地图啊。整个地图差不多咁大啦，可能都要落去啦，咁就好去啦，去最深处啦，睇下周围有冇攞先，冇嘅。嗱，你唔好以为咧，唔好以为我睇你唔到啊，唔好以为我唔知啊，你炸死啊，我都系炸死啊。嗱，我生平最憎你班左腰噶啦，系。我最憎你班士兵左手揸剑嘅系，你知唔知道？我生平最憎系左手揸剑嘅人啊！你死你！死你！好，原因英灵附身海甲，真系唔知点解咧？点解啲制作人咧要设计嘅？某部分啲友仔系左手揸剑，系左右。喂，我怀疑嗰啲制作人系咪左手党嚟噶？嗱，又嚟啦，又嚟班左右啊！叫果，喂，睇唔到啊！顶你个肺，果咁啲英灵，仲要果咁啲英灵叫左手党啊？不如叫英灵左手党系冇原因。一你拣佢班嘅气力，勾落去啲契弟，系啊，系啦，系唔够佢嚟嘅，冇，系唔够佢。嘿，可能都要多啲运用碌，要多啲运用碌地沙要。碌，一吹，好。哇，咁就已经用咗锯脱啦，已经要劈你班左手党。要揼你班左手党都已经用咗锯血，好前进。赵斋，嗱你唔好以为我唔知你炸死啊！我ここおるのか。系嘅，上去即刻跳唔跳到落去咧？跳，喂，哇，大蛇好似，灵泉之蛇，修炼之道搞灵泉蛇，去，继续，吴武恩，拖你瞓低，有你冇你出技先。走，我唔系骆驼，我唔系骆驼。劈，再劈，走，去。哇，阿爱中啊，游戏，强袭反击，去，喂，都叫系比一比较靓少少啦。你系，嘿，来，死啊，劈七，死啊，好 ，battle link， 炎狐恩，再 battle， 死，应该唔使几咧都可以劈死，暴风扫击，搞掂。
Mais c'est. Yi, Kim Sing Chou, il est aussi. Oh, notre tête, on a l'air de faire ça. Gut, il gagne, son. Soda. Anta, qu'est-ce que c'est? Gilgamesh, quoi? Si l'ennemi, nani, on ose.似乎呢集嘅吉爾加美什咧，佢去翻原本嘅設計，已經唔係話亞修羅王嘅設計。哇！獨大，嘿，去喺後面。睇嚟咧，呢打法就係要 battling 咯。好。我哋睇下点样应付佢。俾你听，哎呀，贪心咗，贪心咗，贪心咗添。去，喂，避唔到，避唔切。嗱，去到呢个 moment 咧会有剧情嘅。咁咧，我哋咧就唔好用呢个招式啊。可能打输咗我嘅剧情，去剧情好，睇下咧我可唔可以咧劈到去十，劈到去十分之一血啦，去喂，佢呢次咧呢一集嘅吉尔加美什咧，佢系单手喎，佢唔似之前嗰几集咧，佢系好多只手噶嘛，佢只系一只手喎，呢次系。可能佢系最初形态嘅，可能佢单手咧系因为最初形态咧，走走走，好，扑街。強靭な肉体と精神を私に示せるのだ。選ばれし王と同じよう生きる者よ。俺は。世界が終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。王と王の盾は人々の運命を背負うのだ。その資格、その覚悟なき者にはここで消えてもらうが。まだ初っ端だぜ。終わってたまるかよ。ならば進め。死に物狂いで前へ。好、奉陪到底。我都话啦，我话咧打输咗俾佢咧系有剧情嘅。挑战は許されたようだな。即系打去打到差唔多去到就系死嘅时候，佢有剧情咯。咁所以基本上咧就唔用治疗剂好啲啊。啱啱谂住用回忍劈佢嘅时候咧，咁啊已经有咗剧情啊！扑你个街仔，我扑你个臭街！喺度咧，我哋。用治療劑先啦，好，治療劑咧都比較有限啦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就住使，我哋一定要就住使。見到道具咧，我哋執啦，因為咧治療手上嘅治療劑都有限嘅，因為有機會咧都會執到治療劑，咁我哋繼續上去再執高級治療劑。少啲用，我哋要头先嗰只基尔加美什系咪右侧嘅？休息下，潮剂，好休息下啦。系萤火呢个地方咧，我都系叫做萤火。この先も気を引き締めていけ。相手は元警護隊だが、容赦はないぞ。厳しい先輩方の試練か。
奴を盾とは認めねえってことか。弱ければ命を奪われる。身の程を知らずに試練を受けた愚か者としてだ。当時の俺はどこか弱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。生かされたってことはどこかは盾として合格したんだろうか。今となってはわからん。英気は養えたな。好，咁我哋继续啦。咁相信咧都系咧萤火呢个地方咧，系保存嘅，即系只能喺萤火地方保存。咦，炸弹，炸弹，死！扑街！去！去！扑街！好！死啊！打落地！打出唔知乜鬼嘢，劈西，咦咩事？暴风中击，复活天使死，劈西，炸弹想爆，唔使自爆死啊！朝住遗迹最深处前进。啱啱突然间线路又失灵添。不过唔紧要，总之咧呢部机咧，由我朝头早出门口期间咧一直开住嘅，咁而家就应该咧冇事啦，而家就应该去搞掂晒啲嘢啦，应该就呢度有咩？因为咧，如果有支线落口，我哋行咗去先。我哋要抄有冇道具攞嘛？因为去到到时咧，去到。是超级虎字嘅时候，我哋唔可以学，即系去到虎字嘅时候，有呢个道具咧，都可以用到嘛。闇となる腕だ。闇と戦うにふさわしい。黑暗搏斗。だが試練を乗り越えられるか。蜂王尾巴。咦？呢个尽头喎。好。跟住前面有一扎敌人啊。嗱，如果话 Dark Souls 嘅话咧 ，Dark Souls 嘅话咧，我系会直接劈佢，镰刀死神，你睇下 Link， 喂喂，追，首先劈出镰刀死神啊，小错跌。只不过有冇呢个剑直可言24 level， 依家似24 level， 有冇得话升咧？呢位劈西，哇！点解中系唔能够咧？我可以空中劈佢，点解？劈西，去劈西，去。喂！杀了！杀了！哇！哟！死！系！杀了！暴风出击！死！啱啱行埋嚟抵死，行埋嚟俾我劈亲啊！死啊！抵死！我来崩！ならば砕こう！好！遅い！再睇 Link！ 死！唔好意思。拎紧嘅时候系无敌化嘅，你系死过，我哋后边啊，嗰个战士，去，系啊，招架唔止添，我冲佢，劈死，劈死，朝考验之间前进。召剂，咁我相信咧，我相信咧，呢个 DLC 咧，其实会唔会咧，一日之后已经玩晒咧？其实，相信一日之后玩晒咯，即系如果睇 trailer 嚟讲，除非唔系，所以当我废 up 啦。
好，我哋继续上去啦。我哋继续上去啦。咁咧，我哋首先就玩咗呢个 Corydon 嘅一个一篇先啦，跟住再先再玩第十三章嘅第二个阶段，唔系第二个阶段系另一边箱嘅第十三章啦，叫做。なんだ。一把剑。試練の間だ。自分一人で越えてみせろ。咁当然啦，呢一把咧就好似咧中国古代嘅青铜剑咁样，不过系大 size 版，放大 size 嗰种版本，大型尺寸版嘅呢个中国古代剑。好啦，而家一条友面对住考验啦，死！打到烈加尔，哇！加，胡元武恩，去怪，死！嗱，呢招即死，你唔好让我唔知道啊！你唔好让我唔知道呢招系即死啊！哇！想射火冇咁易，死死！哇！计，去！想射火冇咁易，咦？连都死神，死死！哇！几乎中了招米粒，镰刀死神，喂，哎呀，咁唔似整乌灵掣添。嗱，我希望做到啦。哇！喂，因为 Corydon 佢力量原因，所以佢比较钝啲啦。好，再暴风扫击，死啊！好，呢招避过咗，呢招避咗食饭，扑街！去，我以为你用即死武器，两集五击啊！去，喂喂喂，强集五击。瓦解防御，瓦解防御是对敌人有利状态，遭到处于此状态敌人都的时候，即使按下小夫人都无法防御，都会承受伤害。瓦解防御，仆街！嘿，但系佢招架唔系个命中率唔系好高嘅喂。打唔中我下一招架都，下一招架都打唔中我系，点算啊？嘿，不过唔紧要，唔紧要，佢边度劈到差唔多半血啦，唔系，已经劈到差唔多大概三分之一血啦，已经。喂，哇，你想食饭冇咁易？好啦，差唔多可以用暴风扫击啦，唔系，其实都要可以用。碌去里边，哇劈唔追，追嘢中，死气，趴低喎，死气，强集重击，死气，搞掂。虽然吉你唔中，但系你后，但系后边嘅冲击波个余波就可以打死。即系其实我意思系话咧，跟住加美神咧系依照翻某一个嘅某一个嘅神灵，跟住加美神嚟设计嘅，应该系好似系以集得强力嘅防御，可以直此挡下呢、這个圣剑圣跟住加美神攻击。此外喺防御强咗嘅攻击时候。即系防御咗强力攻击嘅时候，都
亦都变得唔会被打飞咁样。盾ならば何があろうと膝をつくな。好，阿奥义翻翻嚟啦。力をくれたのか。ありがとうな。咁我总之咧，今集吉尔加美什嘅设计咧，系好似冇参考到呢个阿修罗。試練は突破できたようだな。之前係參考咗呢個嘅六臂阿修羅啊嘛，而家好似冇。まだ先にも試練はある。佢呢次係得隻手呢集。好，咁咧我哋咧就喺度休息啦。咁啊時間咧都差唔多啦，咁就半個鐘頭啦。咁啊剪咗之後咧，咁就可能就得翻廿零分鐘啫，廿幾分鐘啫。好。咁我哋呢就完咗呢一集佢啦，咁呢条片係鍾意 like， 唔鍾意 dislike， 咁有咩想讲不妨留返啲 comment。今集圣地暴露机 Final Fantasy Coridion 篇咁就嚟到呢度啦，咁下集返嚟呢我哋再继续呢个 Coridion 篇嘅故事啦。